点击礼品卡，添加新卡，输入顾客信息及卡号信息。点击保存，点击充值，输入充值金额。点击付款，选择时刻付款方式。点击付款。点击礼品卡，输入卡号查询。礼品卡余额充值成功。点击需要使用礼品卡付款订单。点击付款。付款方式选择礼品卡。输入对应卡号。点击查找。选中时刻礼品卡并点击确认。点击付款。点击已付款订单。选中订单可以查看付款方式为礼品卡。点击礼品卡，输入卡号，选中查找查询礼品卡。礼品卡余额已扣除消费金额。点击历史，查看消费记录。